咱各位亲爱的高雄乡亲，高雄市民愿意给一个刚到高雄一年两个月的韩国瑜一个机会做市长，这是多么大胆的一个决定！整个高雄市政府一心一意为高雄市民来努力，韩国瑜的肩膀会一肩扛下来。嬉闹，我变成韩粉，一起灭东厂。结果一回只是没听懂一句话，自动从机调整回答。你看他在选那现场多么冷场，我害怕。承诺等市场看完再离开，欺骗了观察。但新闻全都像自言自道，句句是胡乱。Yes, I do。你说的不慌不喘，习惯性说谎，摆明不反省的模样，就只靠一招发财，向总统破关。我看只剩韩粉买账，要是能重来，我要升级买。民进党以前做的好坏，爱和至少失败，要是能重来，哦，不嫌被孤在，至少我不要有个市长挑战高雄发大财。我出不去，人才进不来，早报也能到那么高端，被那么多人崇拜，最好发大财。承诺等市长当完再离开，欺骗了观察，但新闻全都像自言自道，句句是胡乱。你说的不慌不喘，习惯性说谎，摆明不反省的模样，就只靠一招发财，向总统破关，我看只剩韩粉买账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升级买。民进党以前做的好坏，爱和至少失败。要是能重来，哦，不嫌美不在，至少我不要有个市长挑战高雄发大财。我出不去，人才进不来，早报也能到那么高端，被那么多人崇拜，最好发大财。
今天传出一个消息说，美国跟日本联手施压撮合蔡英文跟柯文哲配，因为这样子他们认为美国日本认为这是最强的组合，击溃国民党。哎，绿跟白合适啊，哦，你韩国瑜现在再强，民调大概就35%，很少民调做韩国瑜做到40%的，哦，所以如果这三咖联手的话，大概是韩国瑜35%，然后呢柯文哲可能30%28%，然后呢这个赖清德可能25%，大概民调现在是这样子，哦，所以呢，所以白绿加起来过半就超嘛，就超过，对，所以为什么要蔡柯配嘛，就白绿加起来就可以打败国民党，哦，所以美国跟日本现在看，哇，不得了，韩国瑜声势这么高涨，对不对？怎么样打败韩国瑜呢？哦，或者打败郭台铭呢？就蔡英文跟柯文哲配就可以了，哦，击溃国民党哈，哦。那柯文哲自己也说，2018年就是去年的1、24，民进党所以大败，就是因为白绿分手跟韩流，一方面是白绿分手。你现在跟我柯文哲分手，对不对？你要选你自己的，你以为你自己很伟大，对不对？你去搞你自己，对不对？你去搞看看。再加上韩国一起来，这两个原因造成民进党大败啊。固然他说你民进党大败是因为白绿分手，柯文哲差点大败也是因为白绿分手。没错，这特别是美国人在全世界操纵各地的政权，哪是省油之灯？鱼哥第一碗牛肉面，他精准的预告赖清德会参选，结果中了。第二碗牛肉面，他说郭台铭会参选，也中了。第三碗呢，他预估的是什么呢？他是大胆的预料，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非韩非郭。6月1号有。一组正副总统应该是干掉全部所有人的，马上就会公布出来。东旋侯孟哲、丁元凯在台北报道。我刚讲的那一组是不是已经笃定当选了？很不是厉害而已，是可怕。他出来，其他的候选人就往后退说：“哦，我们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”吴宗宪讲的活灵活现，他说6月1号以后，大咖候选人就会出炉。
现在台风尬寒流，谁会胜？我的想法可能两个都会不在啊，还有第三个吗？都不在，都出局哦。可能两个人到最后，一个人可能不会加入初选，一个可能在初选的过程当中，甚至于到最后会有一个重大变化，然后这个人可能也不在初选的行业里面，所以到最后可能都不是他们两个。我的判断了哈，当然我不能说我一定准确了。我要说的就是说，可能到最后会有出现这样一个现况，就到最后可能不是郭，也不是韩。章鱼哥说，国民党的初选非韩非郭，有可能吗？来看看最新的发展。哎，章鱼哥，你的第二碗牛肉面是说，国民党的总统初选哈，到最后结局哈，可能非韩也非郭哦。你现在这有可能呢、啊？为什么有可能？还有可能吗？因为你韩的民调一直下来，哦，过来，那到最后就没有。啊、过那今天这个初选办法出来以后，会不会摆平？我还不知道。可能内部还会再去做整合。嗯，那好了，韩家是没有，就可能郭会出来。那郭出来以后，郭有没有？韩有可能没有了。假使一直下去，他可能会跟郭交叉了。哦，死亡交叉了。会跟郭交叉。对。那假使郭出来以后，哎，郭的问题也很多哎。郭有80%的资产在中国大陆哎，他如何面对两岸的议题？嗯。那如何去面对？你看他现在又开始转弯了，他本来去美国看川普的时候说，哎，这个川普是我的好朋友，现在又说川普不是我的好朋友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做这个转折？没有必要嘛。那所以我这样讲说，有很多未定之事可能会出现。嗯哼，所以我会去做这个推论。所以现在的态势是灭韩小组先集结启动嘛，打掉第一名之后，然后再来铲锅的这个小组就跟得上，是不是？这个不能这样讲，就像义父刚刚讲，不然什么样状况会非韩也非郭？我跟你讲，第三个人马会成为2020国民党的候选人。刚刚义父讲的那个，我是100%认同，成也韩，败也韩，成也韩粉，败也韩粉。韩国瑜真的要成为候选人，你刚刚的所有人对你的批评指教，你要盖瓜承受，然后把它接收进来，把它化为你的内力再展现出来。你不是一直去挡到后来，你以为你金刚护体？对不起，你是你真的会体弱多病，所以这个他必须要去做调整，他才能够维持继续他继续维持的声量是要正向的声量，而不是负向的声量。
好。